菜今天的任务就是带他去打疫苗。我乖乖吃个饭，我妈去洗漱。被发现我在她身后，那我就撒个娇吧。又拿咖啡来吸引我了。我妈她开始要变美，女人出个门真麻烦。我在打扰她变美，哈哈哈。她终于画好也该出门了，我就乖乖进去。有点紧张又兴奋，外面也太热了，你们要做好防晒。一到诊所就把我抓去打了，是不是表现得很乖？打完有点累的，回家睡觉吧。他坐在这里舔我的衣服，已经舔了半个多小时了，舔到全是口水，我的衣服也没有东西呀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舔这个部位。啊，给他舔的衣服很臭，为什么还舔？他如此享受的样子，救命。